来请毛青峰律师，迄是老传的夫人吼，啊，我介绍以前我当时讲的是啦，大家有看到吼？1988年的时候，闯关回台啊，有三个查某人吼，一个就是迄个张丁人，啊，一个就是毛青峰，啊，一个就叫做迄个叶冰霞，哦，足歹吼，哦，上街头啊，伫咧演讲，大家有咧看到哦？1988年来参加世代会第15届，伫新店的举行，因敢敢敢。伊当时查甫唔敢带哦，那查甫带啦，唔来啦。1980年的时候，都吼，即个林美容的老母含两个双生囝，啊都吼，那开始是，伊早起呢，都11点左右，伊打电话等台湾啦。啊，都林美容，伊妈妈都自力，都两日前去看家，啊看家的时候，啊就电话讲了，好，讲林美容哦，还拍出严重的啦，一点点啦。哦，看来他足悲伤的吼，啊，到下晡时4点的时，伊想讲去敲电话，遐问我，结果拢无人接啦。伊敲电话去其他人无人接啦。啊，叫敲到林美容厝的时吼，都张振雄，唔是张振雄，张振雄吼，迄律师接到，啊，就讲啦，讲啊，天天上帝啦，叫天天上帝讲啦，啊，就讲吼，已经一个老母含两个查囝，互人害死啊。所以毛青峰伊才是第一个吼。查这个小翠人，含第一个上尾吼，含这个林家的老母吼，讲过话人啦。我想这足重要，意思讲人心地外好，但是伊对台湾关心是足深的吼。所以1970年来的时，伊当时1973年因去南非来的时，伫日本吼，1976年因就含这日本的外科学家夫人吼，罗春飞等等来组成一个台湾人的政治的救援会啊，啊对日本来受伤。等比较了啊，小强拢来做人权的救护问题吼啊，所以实在是咱看到毛青峰律师，我特别看伊啦，啊，我愈看愈水啦吼，伊少年是真水啦，啊，但是我感觉吼，愈老起来愈水啦，啥愈水嘞？哎，气质愈来愈好吼，啊，气质哦，都变出来了。所以我特别访问这个罗尚先生的时候。啊，下一个是讲，我来去哦，看有标哦，啊，看一下咧，因为哦，气质太好诶，啊，去哦，哇，人准备足好哟，足好做物啊，吼，啊，足好款待人诶，啊，所以达到迄个蔡东云啊，李伟讲过，骗到人足侪，人去足侪，因为这女子们足好款待人啦，啊，足好照顾别人啦，啊，当然足侪爱去嘛，吼。做迄个助理代表的时候，是还是哦，伊个夫人哦，很足拍命，做出偌高，我想有通讲啦，袂讲伊讲恁安尼歹话，我见啦，很好意思。啊，注意，冬季啦，我今仔日大家来参加吼，拢是同心爱台湾的人吧吼，真感谢你。今仔日我是讲，应该是伫看讲奥林匹克，嘛是讲林书豪吼，为着这本册新书发表，安尼挑工来，真感谢，真感谢。啊，无偌久以前，阮拄过这个结婚50周年啦吼。我实在是无遐老啦吼。啊，较早嫁啦吼。啊，好在我听过伊讲讲，我是伊的 better half 吼，啊，好的一半吼。所以即句话，你若结婚了吼，你安怎是伊的好的一半？所以我想我一生吼，就是到即满啦吼，我有得做好的一半啊。我实在是迄落我扮演的角色吼，我是真正的家庭教家庭主妇吼，我袂晓敲代志。我是永远的志工，我是永远的志工。咱伫厝里吼，咱安尼款东款西做老母、做护士、做清扫的吼。啊，你话新生个？吼，1964年，阮就是去游行嘛，吼，去，迄阵都是64年的二二八，但伊就来招阮，讲就爱去迄个向中国大中华民国大使馆抗议，即个二二八的暴行啦，吼，
所以我那里行出了就是安尼归档啊，迄落走上不归路啊，啊不是不归路之后啊，所变的，或者就是按大家好在伫海外，今仔日我有看着足侪好海外回来的好朋友嘛吼，咱继续在打拼。就是从事这个台湾独立建国运动，啊，这个运动早期在海，阮算出足好，无艰苦着啦。若讲起来讲，含伫岛内遮个技术吼，要交阮先生伫遮就比较起来，阮因为是伫海外，所以阮会当发声，啊，所以会当做到对的时阵吼，我想我也是尽即个讲一手牵袂吼，样好真正。钱也好，力也好，吼、哦。往往我即马一个人，今年的这个228的迄个周末，我会记得阮伫纽约的 David 就打电话转来讲，妈妈，今年的228你有哪有去游行吼？哦，佫甲伊讲，哦，《纽约时报》有报是无？吼、哦。所以恁就知影我的囡仔，知影讲阮两个，阮的生活内底。台湾独立运动是唯一的啦，是唯一的。啊，安尼50年来吼，福全的工作，头拄因有讲过，也是分三部分吼。我想我所参与的部分吼，应该是就是这个独立运动，无论去到对咱台湾的这个前途的问题，一直都是伫阮的头壳底，所以。在早期独立运动的成立，大多因为人一般差不多拢伫海外是拢有参加同乡会啦。啊，同乡会咱人民就是讲爱推动这个启蒙的文，启蒙哈。啊，所以你着爱启蒙的时阵，大家搁伫海外行人知嘛。啊，所以有时啊就是来小型的集合。所以，阮家的人客讲多，有哪就是安尼来的啦，吼，唔是讲，就是来的时阵，就是大家交换意见，吼。每一个周末拢是在当台湾前途。所以，我的囡仔就是甲我讲，恁讲到死，我过以前甲我讲，恁讲遐久啊，啊，恁台湾还袂独立，啊，佫长官甲我讲。恁支持的淡水饼，恁支持的淡水饼，啊来恁都无个接种啊，吼、哦！所以种种这款代志，我有时啊对我的囡仔吼，因即马是留伫海外，咱都要用足侪时间来去解释，吼、哦！国家唔是遐尼简单，吼、哦！咱是讲，但是我咱拢同款啦，吼、哦！咱拢无私心啦，吼、哦！我想我怎啊个来跳过，发展做你一直独立运动，这是也是讲是草根运动吧，吼、哦，咱安尼有较普遍，因为我会记得早期咱在讲做捐款也好，伫海外做妇女运动也好，吼、哦，往往都是要个草根啦啊启蒙这款情形，吼、哦，人数哪来哪济，但是发展2000年。做代表了，嘿，我形容说变做夫人呢，吼。啊，我是讲迄个时阵，我对夫人真两字吼，哎，我allergic， 哦，我来感觉讲，以前咱听的夫人吼，穿林戴金呐，吼，啊，安尼水水啊，哈，啊，所以我的小公，我是什么样的夫人，哦？做自己代表的代表，吼、哦，诶，另外一半，我都爱创啥物事，吼、哦。所以入去代表处了，我会发觉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代表处内底工作人员，老实讲，吼、哦，对台独无认识，吼、哦，咱的这个崇高的，咱的理念啦，吼、哦，咱的理念哦，敢若是这样的利益，敢若讲哦，伊食读这个头路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你若无支持国民党的选择，你就无可能讲去即哈做外交官嘛哈。你即因种操大部分拢是爱做爱经过考试的啦哈。啊，佮发觉讲，迄个
有该级的观念，因为妇所谓的妇女会，我过去的时阵都要连袂去遐了。代表处内底有食做妇女会啦，当时教务搞我讲是妇联会，讲妇女会哈。一般就是代表的夫人，就是当然的会长，哈。啊，我当时其实我是嘛真正唔知影这个妇女会是创什么会哈。啊，因为啥？我讲啊，你让我了解内底是宗旨是啥物会，会来我了解一下。所以伊有规个同个吼，因过去创啥物会，啊，我读读咧。宗旨，实行三民主义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要安怎安怎安怎，加油！啊，我怎啊，真正我有那个哈，甲迄秘书讲，这不是我的信念哈、哦，我改辞了哈，我讲看什么人去做，我无做，啊，我唔知啊，这是过后哈，考，无外久以前考世界大赛，才甲我讲，哦，我迄阵真好大个事，啊、我实在是吼，感觉咱都，这都不是咱的信念，咱才会去甲接触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迄、那个，啊，我即摆来也有由副代表的夫人接这个，会掉了哈，啊，经过无外久，迄个副代表经过一当年吧，伊互派去做约旦的大赛，啊，所以搁一个新的副代表来。副代表的太太吼，伊头啊表示伊无要接，伊无要接，啊我就讲，若无要接的时阵吼，总是有一个妇女会比较好吧，所以我就啊甲成立一个吼 ，Formosa Women's Association 哈，啊我将打开了，因为妇联会。当时伫海外的时阵是，代表处内底组长以上的太太才会使参加呢，吼、哦，啊含海伫外口的侨务委员因有女性嘛，哈、哦，啊含妇女会安尼参加的会啦，啊我是问讲因拢创啥物会，就是食饭啊，每个月食饭啊，啥物会安尼哈，啊我感啊我就是迄款的，我就感觉讲有后人秘书的太太吼、哦、来的时阵。不讲，因从来没有踏入一家一摆官邸啦，哦，啊，我讲讲一个机会，你是台湾人，啊，你去海派出去外国的时阵，你唔捌入去到咱的代表处，吼、哦，安尼无啥对，啊，你嘛拢无机会吼，那、哦、就讲因为但有的秘书的太家属拢足少年嘛。啊，经济上就都无会当像人安尼，足有足侪机会去了解日本的文化。啊，我感觉讲，这就是爱，可能我爱来加强的，唔是咱家己的人尔吼，咱家己的同胞，我有哪对迄落日本的社会，互人了解台湾的学术，台湾的文化，哦，啊，佮促进交流啦。